發展零售債券方面，我建議再以年滿65歲的香港居民為對象，在今明兩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。政府致力推動綠色金融，我建議推出借款上限為1000億元的綠色債券發行計劃，集資所得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金，為政府的綠色工務項目提供資金。此舉可以鼓勵更多集資者通過香港的資本平台為綠色項目融資。政府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決議草案，以便我們在2018-19年度發行首批政府綠色債券。